Hello， 大家下午好。哇，风太强了哈、哦！你看我这不用飞，它自己会被风吹到这一边来。哈所以我现在绕过这一边了哈、哦，利用这个现在吹东风很强了哈、哦，我要绕过这一边，然后利用这个啊。主桥塔来挡它这个风，看看能不能啊，在这边维持久一点哈。我看看样子好像已经快要啊，还好，还差一点了哈。利用主桥台来帮我们挡风哦。那因为它现在掉到这里，就是它这个桥面哈、哦，吊起来的桥面跟那个哦出口有平的时候，他们会先丢一些工具出来啊、哦，所以它这边会有暂停。啊、哦，暂停作业的现象。这样的确哈、哦，这个位置讯号不会中断哈、哦。再飞过来一点，看看会不会。明天顺流。啊，糟糕！现在肚子有点怪怪的。哈哈。现在这个位置还可以稍微哈、哦、撑一下，啊，这个位置我们那个讯号哈、哦、还没有被遮断，而且还可以看得到、哦。那它现在就是掉到这个地方，它都会稍微哈、哦、丢一些工具啦哈、哦，铁块啦哈、哦，连接铁块丢到那个要吊上去的那一块。上面哈、
所以掉到这个地方，它会暂停一段时间的哈。Yusian 鸟，你可能看这个海面，这个波浪没有很大哦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这个现在你看到这个淡水河里面这个哦，这种浪出现的时候是风最强的时候啊。为什么它不会出现大浪？因为它这个河水哈，河底很平哈，它是河道里面哈，所以它不会出现什么像海面上。出现大浪哈，它不会。但是你看那个河面上就是到处花花白白的哈，那个就是强风一直在吹着，才会造成这种现象。哦，这个风很强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这样哈，那个河面上到处都是花花白白哈，那个就是风很强才会这样。它这个时间暂停哦，没有在动哦。刚刚休息的时候，它掉上去一点哦，但是掉到这个区域哦，就是它那个位置跟那个哦桥板底下跟上面哦相交接的地方，它会从里面走出来哦，丢一些那个工具、一些材料哦。上去那个桥板上面，好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都会暂停一段时间的哈。好，慢慢的飞到前面来看一下好了。哦，所以它现在它是这个定在这边哈，没有动哦。然后 ISHIN 鸟，米斯特王鸟，哇，我现在没有动哈，用最高档速。哦，早上这个飞机还可以稍微，哦，最高档速还可以停在这边哦，现在完全没办法哈。
这个风太强了。硬扛了齁。屁股对着强风的时候可以稍微缓解一下强风的阻抗。没当了，动不了了，低了。飞低一点的话，看不到上面的作业。他们这个时间哦，会在这边卡一段时间哦。好，现在就是把那个材料搬出来哈。好，材料搬出来丢在地上，都会听得到空空。剩下35%的电先飞回来哈。降低高度看看能不能串回来。哇，糟糕，这个逆风越飞越低嘞。
OK。现在我们在那边等等它最后一段哈，要飞上去的时候，要拉上去的时候，我们再出去哈。但是我们要换一台飞机啊。